在体育班的这两年间，我最想感谢的是秀娟老师、洪教练、若琪老师以及范老师。没有你们平时的教导，我是无法把游泳及课业兼顾的。在高年级的生活中，我过得充实又快乐。我想对各位毕业生说，大家毕业快乐，在疫情之下也祝各位身体健康。接下来我想对学弟妹们说，学长学姐现在也要毕业了，以后请你们自己好好听我们教练的话，好好努力，再为育成夺下佳绩。我会回来看你们的，拜拜。我是余永瑞，时光飞逝，我即将从育成毕业，进入国中阶段。今天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两年来用心教导，并且像妈妈一样给予我们无微不至关怀的秀娟老师。我想对老师说，老师你辛苦了，非常谢谢你。您的教诲我会铭记在心，很开心的加入体育班这个团队。借此，我还要感谢洪教练和邱教练，谢谢你们教会了我游泳技巧，让我对游泳更有兴趣。谢谢教练，你们辛苦了。最后，谢谢在这六年陪伴我的老师和同学，我们后会有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在我国小生这里的亲身教导，我只做知识，但给我许多鼓励，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自己解决。也非常感谢游泳队的老师以及教练用心的指导，让我们在比赛中得名。也很感谢同学在我遇到困难时能够帮助我。希望毕业后大家还能保持联络。感谢邱老师与洪教练一直以来的指导，也谢谢陈老师班的照顾。最后感谢各科老师与校长的支持，我在育成过得快乐。谢谢老师教练这两年来的辛勤指导，要毕业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谢谢秀娟老师、邱老师及洪教练的教导，让我在小学的成长道路上有段前所未有的体验。谢谢你们的陪伴，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谢谢邱老师和洪教练的教导，还有秀娟老师的教导，这两年我在体育班玩得非常开心。谢谢老师。虽然我五年级才转来育成，但有许许多多的回忆。感谢老师、教练的教导，同学和同学的陪伴。祝大家平平安、快快乐乐。感谢老师和教练在我们读体育班的这两年来辛勤的教导，也因为这些辛苦的练习，而让我们在赛场上留下许多辉煌的成绩。即将步入国中的我，也感谢六年来所有老师的教导，谢谢大家。很感谢洪教练还有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有很大的指导和帮助，让我有所成长。那同时也感谢陈秀娟老师在这几年也帮助我，不管是在课业方面还是体育方面都有帮助，让我成长的还蛮快的。反正就是很感谢大家，好，就这样。谢谢秀娟老师、若琪老师还有教练，这两年他们给我了莫大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有他们才鼓励到我现在。秀娟老师教导我平时的学习，若琪老师他在我寒暑假的时候给我地方让我休息，洪教练他只是在游泳上一直辅助我，我要谢谢他们。感谢秀娟老师的谆谆教诲，柯老师、洪教练从不间断的操练与激励，以及同学们的陪伴，我在体育班这两年过得既充实又快乐。虽然疫情来搅局，小小中断了我们的练习和比赛，但未曾浇熄我们对游泳的热情。希望毕业后我能够继续喜欢游泳，燃烧热情。各位学弟学妹们，请你们为自己、为玉成继续发光发热，加油！拜拜。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也想去情人毕业快乐，祝哥哥姐姐毕业快乐，上国中还要继续游泳哦。学长学姐祝你们毕业快乐，耶！哎，六题的小孩子们，我是庄爸，祝你们毕业愉快，加油！各位学长学姐祝你们毕业快乐，耶、yeah!谢谢六年级的大姐姐们这几年来的陪伴与鼓励，也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一起参加节日，一起分享这份荣耀与喜悦。你们即将要毕业了，我祝福你们毕业快乐，也希望你们毕业以后能常常回来玉小看我们哦。好，各位我们六年三班，玉成国小的超级勇士们，大家好，好，我是学务主任张凯丽，好，恭喜你们，好，完成六年的学业，好，要毕业了哈。那感谢你们这六年来，好，应该算是五六年级，好，这两年来，好，为学校付出的努力，争取这么多光荣的一个成绩，好，毕业的前夕，主任还是要恭贺你们，好，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好，拜拜。张姐祝你们毕业快乐，虎虎生风。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恭喜你们毕业了，打从中年级教你们课，你们永远是最快乐，跟我相处最愉快的一群。高年级之后，每次找出公差，你们总是义不容辞的帮忙。现在毕业了，希望你们发挥玉成的精神，勇往直前，加油！你们是最棒的。快乐，六年级体育班加油！六体的小朋友，首先邱老师恭喜你们毕业了。那你们记得有空的时候，好、哦，还是可以回来看邱老师，然后看看下面的学弟妹们。好、哦，那祝福你们。一帆风顺，然后鹏程万里啊、毕业快乐！游泳队的同学大家好，你们即将毕业，校长在这里先祝福你们毕业快乐，鹏程万里。其次，校长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在学校期间牺牲的假日、牺牲的课余的时间，努力的练习，那为学校争取了很多的荣誉。最后，校长要用我的座右铭。努力即是天才，跟大家来共勉之。人生就像一部马拉松，要不断不断的往前。不管是在我们的基本上的功课学习，或是你的兴趣像游泳这方面，我期许大家都能够坚持不放弃，努力就可以达到目标，努力就可以成功，努力就是天才。祝福你们，谢谢。学弟学妹们毕业快乐，哟！学长学姐毕业快乐，下次一起打水仗哦，耶、yeah!
祝各位毕业生一切顺利，然后有空的话都可以回来这里找我们一起在一起来这里练习，大家毕业快乐。教学生涯41年，你们和我一起缔造了一些这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录。去年新冠肺炎三级警戒期间，在你们线上及援及时救援之下，我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的远距教学。今年 Omicron 病毒肆虐，我们一起经历了最严格的10+7居家隔离，一起体验被防疫计程车载到大家河滨公园做 PCR 采检，接着我们又经历了2次的3+4自主应变防疫措施。这些都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老师们的旧经验法则没有办法全部适用于你未来的世界，你们天生注定是开创者，你不能老是跟随在别人后面，你必须努力学习，随时做好准备，你的人生由你定义，由你开创，加油，祝福你。